凌晨一点钟，我们来批发市场批菜了。现在用菜用的量大，最近那个超市的菜贵呀、啊，我们都做不出来呀、啊。主要这里的菜又新鲜。对，非常新鲜啊。哎呀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你点了袋子。好凉快呀、啊。对，有点凉，不是凉快。带去看一下这几天的菜市场，那个批发市场有多大？对。等到晚上凌晨四五点的时候，很多人。小心啊，后面有车。这边卖肉卖鱼的都有，我操！对。对，还有两个人不干净。我现在每一次都认准你们家车费多少。来十四个吗？这个能上吗？啊？多少钱？就是上次那天我们客人去了多少钱？这个很嫩啊，它很嫩，非常嫩啊，而且它人家也让我们挑，不会那个，哇，非常随便挑都是很嫩的，哇，在那个永辉超市这边那个，哇，都硬邦邦的，我就知道很老。买了这么多，收获满满的。好，凌晨两点。